那个红包快点。这边全部都是你寄出去的吗？这两个放两个口罩。平台上偷网的刊登广告，它是以一盒279元的价格来刊登。那民众在下标的时候，一是以一盒279元来下定，那收到口罩的时候变成只有一片口罩，所以一片口罩的差价的倍数会变成279元，与原本期待的价值会差了50倍、60倍。收到包裹的时候，打开里面却只有一片零食饼干和三片口罩。于是啊，他觉得被诈骗了，就向警方来报案。那本分局怀疑啊，这个是不孝人士在利用国内防疫期间啊，那一大段国难场闻讯后啊，将涉嫌啊依特殊传染病防治条例及传染病防治法及刑法诈欺罪移送高雄地检署。